首先呢，先谈一谈我们的健康啊，饮食，然后再切入正题。我们的身体里边呢，什么是最重要的营养素呢？说什么这个好那个好，但是，归根结底呢，到底什么我们是我们身体最不可或缺的东西？越是对我们身体不可或缺的东西，就不是那些难得之货，不是那些特殊的饮食，是吧？那么这个社会呢，这个社会的风气呢，却把那些难得之货，越贵的越难求的这些东西，说是我们身上说，对我们身体是好的，这也是一种歪曲，是吧？不是真理。那么我给你讲讲这个理儿，是吧？对我们身体最重要的是什么？须臾不可离的是什么？是生命的气息，是吧？不是吗？是生命的气息，对吧？一时一刻也离不开。这个生命的气息呢，人人需要。但是呢，谁也离不开。但是呢，是白白的提供给你们的。最常见的是最宝贵的，所以我们经常讲，道即平常，平常即道，是吧？那么其次什么重要？空气、阳光。空气呢？5分钟不呼吸的话也会死的，它也是白给的，是吧？还有水，可以维持7天不喝，但也要死的。食物呢，一周进食，人不会死的。那么我们认为没有营养价值、便宜的、白给的，白白提供的、到处都是的，这样的反而是我们离不开的，真正所需要的。你们真想健康的话，首先要接受什么？生命的气息，空气、阳光、水、运动、营养，这些都是不用花钱的，是吧？这些不用花钱的、最平常的、最稀烂贱的东西，是对我们最最宝贵的东西。所以，新起点生命运动啊，是不花钱的，就是善于利用这些最最平常的、白白赐给我们的东西。而我们所需求的都是什么？那些物以稀为贵、难求之货，什么一颗达到10多万人民币的这个丹参，说这样的东西对人体好，那么相信上帝的人也这样视为的话，那问题就大了，那不是真正的信仰上帝。上帝是大公无私的，创造宇宙的上帝，如果对我们身体最重要的、最不可或缺的东西，反而把他们弄成是最难得的东西，那么他不是这个爱我们的上帝了，是吧？那么这一点已经证明上帝是爱我们的，因为上帝是爱的话，他应该对我们人体最需要的东西呢，越是什么，越是白白的赐给我们，而且是到哪儿都可以求得到的，是吧？所以物以稀贵，这是我们人的想法。上帝那里是平常即道，道即平常，道理很简单。所以你们以后不要追求那些难得之货，什么什么对身体好啊，什么特殊的营养补品啊，不要追求这些东西。所以饮食当中啊，什么饮食最好呢？那么，首先你们看。什么是最对我们身体最最有害的东西？对我们身体最有害的、
对我们的基因最最致命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自由基。自由基。这自由基。嗯，自由基，这细胞，嗯，细胞核、染色体、基因，这个是线粒体。这个线粒体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存在，啊，有趣的东西。这个线粒体啊，打个比方的话，就像汽车的引擎一样，引擎里边呢有这个，燃油进来，空气进来，然后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火花，光靠氧气和燃料是点燃不了的，它需要什么？它需要点火，是吧？啊，让它爆发，产生动力，需要点火，啊，需要火花，啊，是吧？需要电打火，这个打火的瞬间呢，啊，那么气缸里的这个火花呢，就会点燃。啊，燃料是吧？水开始燃料爆发啊，燃烧，然后产生动力。那我们的细胞啊，跟汽车的引擎的原理啊是一样的，道理是一样的。这个细胞里面呢，是我们称之为线粒体。然后呢，产生能量，嗯。那么汽车呢？啊，是这个用电来电打火是吧？那么我们人的这个能量呢是什么呢？嗯，我们的能量呢啊，产生细胞在生产这个能量，可以有一定的体温是吧？啊，我们的饮食呢，提供糖分，你们可以这个通过糖分呢，然后供给到这个线粒体里头，线粒体通过这个呼吸的氧气呢，然后再接触这个打火是吧？点火，这就是生命的气息是吧？这三者呢要适当的如果这个没有生命的气息的话，突然就停止了这个燃烧现象，那么所有的细胞呢就会顿时停止燃烧，停止提供能量，所以就像汽车的引擎突然熄火一样，人的生命就会一瞬间熄火的，那么人就会气绝的，气绝就会身亡，是吧？所以我们的这个基因呢。生命的气息呢，也可以让激活我们的基因，同时呢，在我们的细胞里呢，也起到这个打火的作用，点火的作用。所以，我们的生命的这个有些这个原理啊，和机械的原理也有相通的地方，但是要比这个机械的层次要高级得多啊，不是电，而是用生命的气息来进行打火，然后燃烧。你们在这次讲座当中，一定要牢记生命的气息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生命的气息的本质就是真、善、美、信、爱、望。大家要牢记这一点啊，牢记这一点。然后这个糖分呢，在线粒体里燃烧以后呢，然后产生能量，它这个副产品呢，就会产生自由基，oxygen radical 就是自由基，嗯，就会产生这种体内的垃圾，也称有害氧，是吧？那么氧气做的作用是什么呢？起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强烈的氧化作用。铁上生锈也是氧化作用。咬一口放那儿不动的苹果，很快就会发黄，这也是氧化作用的结果，是吧？嗯，这个自由基啊，具有强烈的氧化作用，可以破坏线粒体本身，通过氧化作用，是吧？细胞膜也会被破坏，所以让人们尽早的老化。然后这个让这个遗传基因呢，让遗传基因呢
遭到破坏，然后让人们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说对我们健康来说，最头号杀手、头号敌人就是这个自由基。这个自由基如果能够少生产出来，生产的少，所以能维持相当的健康程度。如果大家抽烟，抽烟的人说容易导致肺癌，但是大家仔细想一想看，一天抽三盒烟，有的人还能活到90岁，活得还好好的，也有这样的例子是吧？如果吸烟是肺癌的真正的致病原因的话，那个人应该得病是吧？但是有些人呢，却是抽烟也不得肺癌的人，但有些人却不抽烟也得肺癌，那到底原因何在？那么香烟是导致肺癌的主要原因，但它不是唯一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自由基。那么什么时候我们身体里会产生自由基呢？就是精神巨大的压力下，烦恼的时候，过劳的时候，过度疲劳，还有过食的时候，贪食，就会产生过多的自由基。自由基产生最多的时候呢，是归根结底是什么？是我们精神的压力、上火、烦恼、心理怨恨啊。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内就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那么这种自由基的氧化作用有一个防止这种它的氧化作用的物质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相对的阻碍这种自由基的破坏作用是吧？有没有一种物质呢，可以让这个自由基的氧化作用能够削弱呢？那么有这样的物质的话，这个物质是对我们健康那简直是如获至宝了。大家看这个自由基的氧化作用怎么样来遏制它的氧化作用呢？起到防止氧化的这种作用的，有这样的物质的话该多好。那么我们身体内到底有没有这种物质呢？如果上帝是创造主的话，上帝能不能预见到这种自由基的破坏作用呢？当然他能预见得到。那么既然他预见到了这种破坏作用，那么他肯定就安排了一道防止这种自由基的氧化作用的物质。这个物质是对我们身体里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可以防止自由基的氧化作用的物质，我们称之为氧化抗氧化剂是吧？那么我们身体里面会不会有这种抗氧化剂的存在呢？也就是说造物主会不会为我们事先预备了这一道防御体系呢？ Antioxidant 就是 anti 是抗的意思， oxidant 是氧化的意思是吧？那么这种抗氧化物质最多的食物当然也是最好的食物了是吧？那么这种抗氧化物质最多的食物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它就是应该，那么造物主是把这种含有这个抗氧化物质的食物是弄成难得之物呢，还是到处可以求到的日常食物呢？那么这种抗氧化物质呢有很多种，其中最重要的这个抗氧化就是维他命 C，然后什么维他命 E， 然后维他命胡萝卜素胡萝卜素是吧？这种物质。说维 C 是个最重要的最主要的这个抗氧化剂。那么维生素 C 如果是难得之货的话，那我们就要命了是吧？但是维生素 C 呢是到处都是，垂手可得，任何植物性的，不管它是根还是叶还是茎，不管是哪儿植物的哪儿都含有什么维生素 C， 所有的植物都含有维生素 C， 因为它最重要是吧，道济平常。所以兔子也需要，牛也需要吃草饲料都是维他命 C，因为它是维持生命的最根本的最重要的要素之一。那么绝对不是那些对身体好的东西是难得之货要大家要改变这样的思路是吧？维生素到处都是，铺天盖地是吧？铺天盖地
啊，垂手可得。啊，再重要的就是维生素 E，维生素稍微比这个维生素 C 呢，稍微不好去的，它就在一些植物的胚芽里，是吧？种子的胚芽里，富含维生素 E，稍微贵一点，是吧？越贵呢，越是不太重要的东西就越贵，是吧？越稀罕，是吧？越是那些对我们重要的东西，越是垂手可得的，铺天盖地都是的。最重要的就是往往是越不需要的。所以说，几十万元一颗的山参，你不吃也照样活，是吧？所以这种重要的健康观念呢，大家要重新确立，是吧？我们称之为创造者中心的思维方式。创造者中心的健康观念，而这胡萝卜素呢，是什么物质？是胡萝卜里，是说橘子里面，这种带有橙色的水果和果子里面呢，富含胡萝卜素，是稍微贵一点了，是吧？说越是不重要的东西，就越来越贵。越来越难以吸，就是难得之货了。所以真正你们就打消那种想吃那种难得之货的念想。我一天吃的东西啊，没有一样是难得之货，是吧？好了，你们再看，再重要的东西，再好的东西，你吃多了也会起反作用。中国话有句话叫"物极必反"，是吧？物极必反。喜极生悲，反而呢，吃过多的会反而就是产生更多的自由基，那你不是痛苦了吗？到底得吃多少才是适量的呢？谁能懂？这谁都不知道啊！这个世界上任何大夫、任何人都不知道你现在啊，这个人现在需要多少维他命 C，这个量啊，谁也决定不了，谁也决定不了。我李湘九也无法为你们决定哪种营养素应该吃多少，天下没有一个大夫能为你们决定，因为各自因人而异，是吧？需求量都不同，每时每刻的需求量都不同，那怎么量？怎么计量呢？没法计量。但是有些人却说什么？大夫说就认为医生啊应该懂得这些剂量，其实医生本身是不懂这个剂量的。医生连自己身上需要多少毫克的这个维他命需要多少微克的胡萝卜素，他自己都不懂。动物也不懂，这些禽兽们也不懂，但他们怎么知道？我们不知道就不知道吗？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个主宰，他知道，就是谁？就是创造生命的创造主，他知道我现在身体里需要多少维他命 C，需要多少维他命 E，需要多少胡萝卜素，这个身体里的均衡他知道。举个例子，你们看，这里有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发现。你看这个长颈鹿腿很长，人叉开双腿，正在吃骨头，一些死亡的动物的骨头。大家知道这个长颈鹿是不吃动植物的骨头的，但是它在这吃，因为它缺钙了，身上缺钙了。因为这个欧洲地带的这个二氧化碳呢，导致酸雨的发生，所以非洲地区的这些植物的植物。植物的一些叶子里面呢，钙质大量流失，所以这个吃叶子的麒麟呢，这个长颈鹿呢，通过叶子呢就无法补充充分的钙质。尽管这个翅环呀上面有很多的刺，但是它们的舌头呢，却很灵活围着那个刺，专门卷那个嫩叶吃。
它这个叶子呢，因为酸雨啊，钙质流失，所以它导致长颈鹿的钙质补充不够。麒麟呢是天生不吃骨头的，麒麟这个长颈鹿本身呢，它不懂得它自己缺钙，也不知道什么是钙，是吧？它没有概念，谁知道啊？就是宇宙的信息，宇宙的智能啊，知道，就是天地的中庸知道它需要什么，因为上帝创造了这个生命，创造了长颈鹿，那么既然创造了它，就要负责到底，是吧？所以这就是上帝负责长颈鹿给它补钙的场面啊。所以呢，一看到这个只要是它需要的，就有一种想吃它的欲望啊。Miropeptide Y 这种物质呢，那么基因呢就会激活的，看到骨头呢，上帝用生命的气息激活这个 neuropeptide 生产 neuropeptide 的这个基因，那么他就想吃。也不知怎么的，今天突然想吃骨头了，是吧？也不知平时我不想吃，根本瞅都不瞅的骨头，今天我怎么突然想吃呢？这个后边的长颈鹿，它不缺钙，它说这家伙怎么了？它怎么吃骨头啊？是不是脑子有病？用奇怪的眼光看着它。我们人类里头也有这样的宇宙智能在使然，无为而无不为。我们称之为什么？我们称之为长颈鹿本身，它不懂得这个知识，它不懂得这个概念，是吧？但是这是我们称之为这是上帝的智慧，宇宙的信息，是一个天地的中庸。所以，我们一天需要怎样的营养素，需要怎样的食物，需要摄取多少量，靠我们的知识是无法断量的，是吧？断定的，只有靠什么？靠这种无为而无不为的宇宙的信息。天地的中庸来实现的，所以呢，我们呢，大家知道，我们除了人用以外，还有个神用的世界啊。即便你不相信神，不相信上帝，但是我们却离不开这个天地的中庸，离不开这个宇宙信息的影响。所以，有的时候我想吃什么，有的时候不想吃什么。那么，如果不在这种影响之下的话，我们可能这种感觉都没有。该吃多少的话，突然觉得腻了不想吃了这种感觉也不会有的，是吧？那么吃一吃吃得正欢呢。那有一种感觉说，哎，吃差不多了。为什么？那么 CCK 的物质，大家学了 CCK 这个物质是吧？幸福物质六种物质当中的 CCK，就是让我们感到满足的物质是吧？有一种满足感。那么吃一吃，上帝觉得，哎，天地的中庸觉得。你已经摄取了足够的营养素，那么就让你脑子里分泌 CCK，有一种酒足饭饱的感觉，是吧？满足了，哎呀，不吃了，不吃也满意了，这样的就让你停止吃东西。如果没有这种物质的话，那你会不停的吃，是吧？如果那么上帝强制不让你吃的话，那么吃的时候就突然就不想吃了，是吧？那样不行的。所以说一切都是自由的。那么我们这个身体胸啊，胃切除了，切除了胃以后呢，医生们会怎么讲？医生说，你现在没有胃了啊，要吃一天吃一点，一天吃八顿，一天吃八顿，吃多了的话会撑坏的，一辈子得这么吃。所以他相信了医生的这个叮嘱以后，每天吃这么的，恐怕唯恐这个吃多了对胃造成负担的话，那么过不了几年，这个胃啊还是那样。那么我通过新起点生命运动呢，经历了很多生命的奇迹。所以我这样劝告大家，所以你们要牢记，胃肠被切除了，那么你需要胃肠，你身体里需要肠胃，那么上帝呢有细胞，只要把这个基因呢，稍稍改变一下它的这个程序的话，那么肠细胞呢可以改成胃细胞，是吧？可以从无生有，
是可以从无生有的，让你胃可以慢慢慢慢的长出来，再长出一个胃来。我看了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我在讲课的时候，我就给患者们讲，这个圣弟兄说啊，啊，我的胃也可以什么从无到有重新长出来，是吧？那么有了这个胃呀，胃才可以起这个，有一种这个饥饿的感觉，这个清空的胃，肠胃呢就会有声响。如果没有胃的话，就不会有这种饥肠辘辘的感觉。但是呢，过了一个星期前呢，我们去。哦，就是去这个郊游的时候，带着这个包是这个四喜饭，然后去兜风。这个没有胃的这个身体情况吃了40个四喜饭，现在他不是没有胃了是吧？然后一下消化不良了，弄得难受了一通。我说：“西西，可以说你少，你停止吃吧，但是他还是不停的吃，是吧？所以你们要学会聆听你们身体内的声音，是吧？所以说，过两天他说李博士，我的肚子里头有咕噜噜的响声了，他的胃开始长出来了，所以呢，所以说你不会再长出来，你一辈子得这样一点一点的吃，你要小心啊，这样的不行的。”他还不懂得生生不息的创造主的这个生命的信息。不到6个月，切除不到6个月，肠胃重新长出来了。所以这种信息呢，是具有这样伟大的力量，因为有生命的气息，生命的气息呢，靠着我们的信念接通、感动，是吧？非常重要。所以看到这些生命的奇迹的发生呢。这个长颈鹿自己不懂，但是有一个无为而无不为的智慧，让他这样做，让他维持他身体的中庸，这个信息在维持着天地的中庸。我们再看一个别的现象，这个现象也很有意思。这是美国的非常著名的一个自然杂志，是吧？比这个 Science。是全世界最高水准的科学杂志，科学论文杂志。那个韩国那个黄玉溪教授的论文曾经想刊载在 Nature 上，但是被 Nature 否决了，是吧？然后他把他的论文登在了这个Science 这个杂志上。Science 杂志呢，最后呢？因为这个黄教授的论文呢，丢了不少，出了不少丑，是吧？这个论文你们看，这个封面呢是什么呢？非常有意思。这是一个大公鸡，周围有很多这个母鸡，是吧？这个健康的母鸡呢，可以下很多的蛋。那些虚弱的母鸡呢，生多了蛋的话，会有碍健康。所以这个公鸡呢，你们看，foul play，foul 是什么意思？稍微难一点的单词是吧？放是什么意思？家禽的意思是吧？家禽叫放，OK。家禽的游戏。因为这个鸡是属于家禽的，是吧？
啊，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表现。Foul play 是什么？我们是犯规也叫 foul play，是谐音的，是吧？啊，这是一个谐音双关语，所以说家禽玩的一种犯规游戏，这种攻击呀、啊，啊，对多数的这个母鸡呀、啊，进行这个 sperm allocation，sperm 啊，就说。Allocate 是什么意思？分配是吧？就是让这个蛋这个孵卵呢需要受精是吧？这个公鸡在给这个健康的母鸡交配的时候呢，给它更多的这个精子是吧？这个弱的这个母鸡身健康很差的母鸡呢给它的精子量也很少。所以生蛋的这个个数也不一样，所以科学家们说啊，这公鸡是不是玩心眼儿啊？他们也会玩花样是吧？他知道什么精子多少是吧？这都是谁在做？都是生命的主人在做是吧？所以这也是天地的一大雏鹰，为了这个繁殖更健康的后代，生生不息的作为是吧？所以，宇宙间所有的生命现象，没有一个不是中庸，没有一个不是太极，没有一个不是信息，是吧？你们再看，也是国家地理杂志刊登的一则这个报道，是吧？非洲有个詹吉巴尔的这么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呢生长着这样的灵长类，它们呢？平时呢不喜欢吃这种叶子，但是每2个月呢要来吃这个叶子，啊，这个叶子呢只生长在一个特殊的地区。吃了这个叶子以后呢，啊，他们就行为就变得很古怪，然后跑到这个原始部落里来，对这个原始部落里的这个原始民做的这个非常大的这个炭呢。然后他们像吃巧克力一样吃这个木炭，所以科学家们就这么想啊，这个叶子里边有什么？有毒素是吧？有毒成分啊，所以科学家们收集了这个叶子以后，啊，的确有毒是吧？的确有毒，所以猴子们呢？啊，他们不知道吃这个木炭可以吸毒是吧？可以把有毒的成分吸附出去，但是他们却有这种智慧，这种行为模式是吧？这不是猴子们有这种知识吃了这个叶子以后就突然变得怎么样？啊，就想起吃木炭是吧？所以呢，这个信息呀，这个植物的叶子也是信息。那么他吃了这个植物呢，等于吃了一道信息。这个信息呢，会互动的产生吃木炭这个信息，是吧？所有这个信息都是创造宇宙生命信息的创造主在给他们这种，让他们有这种想法。所以就像骑长颈鹿吃这个骨头的想法一样，啊，这不是长颈鹿自己的想法，是吧？但是它却有这种行为模式，麒麟好像行为的好像是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在行为，但是呢？啊，他自己却不懂得自己需要钙质。小海龟们，他们真正的朝向的是冲绳岛，但是他们不是自己的思想是念想在做，作为是吧？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今天早上讲了是吧？啊，有2个自我是吧？生命的自我和死亡的自我，这2个自我之间呢？啊，一个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按照上帝的信息形成的自我，就是真我。所以，上帝的念想就是我的念想，是吧？
上帝的意志就是我的意志，这是真我，是吧？天人合一的境界。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要不断的逼我走死路的这个念想，就是说罪恶的念头形成的自我，一个虚假的我，利用我的自尊心啊，想要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我，是吧？啊，所以说为了自尊心啊，可以吃那些啊有刺激性的食物，所以说让我丧失真我啊，形成一个另外的一个虚假的自我，是吧？然后说，所以说这两个我之间不停的较量，到底要看谁是赢家，是吧？所以至少啊，你们呢要懂得啊，我一直被这个死亡的自我所牵啊，所牵缚着，被他蒙蔽着啊，我在这个死亡的茧壳里边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啊将来要在这个光明当中自由翱翔的真我，像一个蝴蝶一般飞翔的真我。你们要懂得你有一个真我在里边，是吧？这叫明心见性，是吧？这个作茧自缚的人生不是你们人生的全部。所以呢啊，就会出现这样的令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行为模式。所以圣经啊真是让人感到很十分的惊奇，是吧？所以大家看啊，你们看啊，那么加略犹大呢要出卖耶稣，这是谁的念头呢？你们看圣经，魔鬼撒旦呢已经把这个要出卖耶稣的念头呢塞给了他啊，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值得瞩目的一段经文，是吧？所以这些小海关们要游向冲绳岛的这个念头是谁给他的？是上帝给他的啊。那么这些猴子们想吃木炭的念想是谁给他们的？是上帝给他们的。长颈鹿想吃骨头的时候有一种念想，这种念想是谁给他的？所以今后你们的念想啊，要分辨这是上帝给你们念想还是撒旦给你们的念想。如果你们按照撒旦给你们念想去生活的，你们的人生就问题就大了。你们要按照上帝给你们的念想啊去生活，相信上帝的念想会引领你们走真善美的道路，走生命的道路，是吧？所以说约翰威斯坦是24节说，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犹大的心里。是撒旦把这个意念放进了他的心里。人为什么会喝酒呢？有一个人这样问我，他说，李博士您不喝酒吗？啊，过去我是嗜酒如命，最近呢滴酒不沾。那个时候觉得酒非常好喝，现在呢也不知为过去我是怎么喝的酒，喝的什么味儿啊。前不久我遇到个朋友，就说，哎你遇到我了，咱们喝一杯吧。然后喝了一杯过去喝的那么津津有味的酒呢是一点味儿都没有啊，没法喝。有一次呢遇到了过去的一起喝酒的朋友，说，哎啊，你听说你信耶稣是吧？啊，和我喝一杯没关系，我不讲，我不到外边不讲。他还以为我喜欢喝酒呢那么以为我信上帝就不勉强不喝酒是吧？好吧，咱们去喝一杯。那个是88奥林匹克之前，当时这个卖这个生啤酒的屋儿很多是吧？现在还有是吧？啊哈，那时候的啤酒屋现在还有，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所以说这个什么这样那样的啤酒屋啊很多是吧？
当时是什么这个蒸鹿啊，什么这些现在卖的这些烧灼酒啊，都还没有问世，所以说去吧，所以我就跟他去了。啊，是是，就，好久见面，是说啊，不喝酒的这样的煞风景是吧？就跟着去，是喝倒了一杯啤酒，刚想喝一口，喝不了，根本喝不下去。过去喝酒啊，啤酒这个好喝的不得了，但现在却口味完全改变了，不行不行，我完全干脆喝不了。就是想你怎么了？你过去你不是嗜酒如命吗？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呢？我们的口味完全发生了变化，是吧？口味呢，跟着我的心怀意念是可以改变的，是吧？随着我的心怀意念走，是我给大家看一个证据，是吧？为什么？让长颈鹿能够改口味吃骨头的这个念想是给谁给的？是上帝给他的，不然的话他绝对不会吃骨头的。所以，决定我们的口味的这个因素的啊，决定因素啊，也是生命的这个信息，是吧？大家看，那么给大家看，魔鬼给我们决定的口味是什么？让我们啊，寻死的这个死亡的自我给我们的口味是什么样的口味？这也是一组非常有趣的实验。再看啊，这个是，这是这个《Science》科学杂志刊登的2002年5月3号论文刊登的，题目呢就是老鼠对酒精对刺激的反应。这个老鼠啊受刺激了。实验室的小鼠啊，他们绝对不喝酒的，绝对不会去喝酒的，本能的他们不喜欢喝酒，和我们人也一样，人都是逆着本性来，是吧？喝酒都是逆着本性来，因为这个死亡的自我形成以后，心怀意念都是死亡的念头，是吧？所以小的时候，你让小孩子喝酒，没有一个人会喝酒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念想变了，思想变了，我们的口味也随之改变。这是一瓶是水，这是酒瓶。这家伙在喝什么呢？喝酒呢。为什么？为什么？他受刺激了，上火了。受了什么样的刺激呢？前不久啊，和一个漂亮的小妞儿一块生活。啊，那个时候他是滴酒不沾，只喝水。过两天呢，科学家呢就在这个透明的隔壁呢，把这个母鼠安排给了隔壁的这个公鼠。啊，这家伙就一看到隔壁，他就上火了，窝火。啊，气得不得了，想寻死。啊，真是生不如死。所以说他想死，他就想吃，想喝酒了，想找那些。杀死自己的食物是吧？所以我多么想生存，多么对生命是多么的感激，能否感受到生命的幸福，那么我所选择的食物就不同，是吧？所以你们对自身呢，要善护念，要持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持守健康最重要的就是善护念，用善护住你们的念头，啊，这个内心里边呢。不要让恶念强占你们的心头，恶念一强占你们的心头，你们的生活习惯，你们的口味都会随之改变啊。所以呢，通过这次讲座呢，我屡次三番五次的给大家强调的是什么？是基因呢，对，不是对我们的食物做反应，而是对我们的心怀意念做反应，是吧？对心怀意念做反应，对信息做反应。食物某种程度上也包含着信息，但是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呢，是微乎其微的。像有一些患者呢，通过新起点生命运动呢，恢复的非常快。你说像我们肾弟兄，胃癌扩散晚期，但现在好了一说了，肺癌晚期的患者也好了一说了。这种生命的奇迹啊，真是屡见不鲜。我们在我们这里，
但是这些恢复生命健康的人呢，大部分的人都是在继续的听这个讲课的时候呢，不断的发现新的生命的真理，然后慢慢慢慢他们变得越来越健康，越活越年轻。我们这个为患者举办的这个正规讲座很多这个经历这个康复的这些前辈们来为他们做见证，这些经历过生命奇迹的人呢，他们自发的组织了一个这个联谊一起互勉，然后一起听讲座一起交流。这些人呢比他们得病以前还要健康，还要活得年轻。最没有出息最没有发展的人是什么呢？哎呀，做新起点，过新起点生活，好累呀！只要不得病的话，我就可以不吃这些没味的东西了这样消极的，迫不得已的被强迫，我的点儿背得了这么一种该死的病我还得过新起点的生活吗？那还有什么人生滋味？这样的人呢，他们是没有进步的。我们这个江先生坐在后边，您站起来一下好吗？肺癌晚期，医生已经没招了。那么来我们这的时候是抬子进来的，是吧？现在你看看，完全变成了一个新人，是吧？越活越年轻，所以呢，经过这个在这里反反复复的咀嚼生命的信息，然后听课，然后互相互勉，然后不断的悟，不断的悟悟理悟道理，这样的话，他们的生命呢就会越活越年轻。所以基因呢对信息做反馈，是吧？所以说，新起点过新起点生活，那么不好的时候，就结果不好的人都是什么人呢？说过新起点生活觉得有启示了，就是哎呀，做到这一点。所以这个程度就已经不错了然后就中途懈怠，然后少吃一点过去喜欢吃的东西吃回头草。不是因为你们吃了过去喜欢吃的东西那么病才会变本加厉的都是非常小心的一个月吃一两次那么食物并不是让你们重新什么变得这个更糟糕的。什么？因为你们的心怀意念，你们的意念杀了回马枪，所以你们的健康也跟着杀回马枪，是吧？是不能吃回头草，要跟过去的生活完全诀别。所以说，你们的身体里面的细胞会怎么想？说，我的主任，你看，他还是喜欢过去的生活，是吧？你说，我们到底是应该过这个新起点生活呢，对这个新起点信息做反应呢，还是对这个过去的主人的这些过去的不好的生活信息做反应呢？细胞们也举棋不定。所以你们内心当中有没有一个确定无疑的原则信心，这是非常重要的，是吧？不能举棋摇摆、okay? 所以有的时候忙碌的时候我也没有时间做运动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原稿交原稿的日子现在迫在眉睫讲课时间呢也迫在眉睫，是吧？有的时候真的焦头烂额没时间运动，那怎么办？那么得去讲课，是吧？我住在17楼，所以上17楼的这段时间里在电梯里做什么这个时候做运动，是吧？做运动然后在这个电梯里面呢做运动。为什么这个重要呢？这一点点运动和不做运动会有什么多大的？但是日积月累这是一个信息那么十几秒钟的时间里做运动，其实运动的效果做和不做就是截然不同的，实际不会有什么肌肉心脏实际影响那真是微乎其微，但是它很重要，它传递着一种信息。什么重要这是一道信息，就是我选择了生命道路，而且是绝对不会动摇的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心。
这个信息反应出来了，所以我的细胞呢就会对这个信息做反应。所以我坐飞机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那么很累的是吧？所以那个时候我绝对不坐这个电梯，我要爬楼梯的，因为我的遗传基因会怎么说啊？这个人呢，只要有机会就运动是吧？啊，让我的身体呢有一种对生命能量的这种不断的信息的交互是吧？啊，我的主人呢，向着生命的信心是毫无动摇的。这个旨意明确的信息明确的这种生活呢，所以说但以理立志要怎么样过上帝所喜悦的生活，这就是你们的基因哦完全被确立的啊，恢复啊宇宙信息的这个最基本的条件是吧？所以随着你们的心怀意念，你们的胃口，你们的口味都会发生变化，那些寻短见啊，成天苦大仇深的这种思想呢，只能是逼我们走死境。但是你们有生命的念想的时候，你们每天都会有日新又日新的这种感觉。所以为了改变你们的心怀意念，你们要明白上帝的爱，懂得上帝的爱。所以啊，我们的健康啊，绝不是什么啊，不是那些闹着玩的东西，因为健康是一道信息，它和宇宙的这种生生不息的信息是同频的，同一个频率的，是吧？上帝通过碱基序列把宇宙的信息镌刻在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里面，啊，这些细胞呢都对这个生命的信息呢做反应，啊，我是个素食主义者，我吃素食，但我不是个素食主义者，我的心呢是时刻我没有个定见，我没有个定见啊！我说我是素食主义者，我绝对不吃肉。我需要肉的时候呢，说不定哪一天我身体里会需要肉的，是吧？啊，就像从来不吃骨头的麒麟会需要肉一样，需要吃骨头一样。所以，上帝和我和之间始终是这种交流，是一种啊圆融贯通的，是吧？没有定见啊，抛弃了成见。所以说时刻是这种敞开的感而随通，不是教条的一成不变的。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城市上也要自由。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基因呢对信息做反应。我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有一次呢，我在芝加哥机场啊。等着坐飞机，那么我前面呢有一个年轻的机场服务人员啊，有一个非常年轻的一对夫妇，大女儿大概三四岁左右，还有一个怀抱中的婴儿啊，非常年轻的一对夫妻。这个大女儿啊手里两手拿着饼干，啊，高兴得不得了，很开心。所以我就问，说你叫什么名？说我叫 Wendy。我为什么要接近她呢？为什么要跟这个小女孩交头呢？因为我有个使命感啊！因为什么？这个饼干呢？啊，过多的糖分，过多的油啊，吃了以后对他呢，啊，是精粉做成的，对身体是，啊，上面有这个巧克力，对健康呢是一点益处都没有的。所以我怀着使命感告诉他，你不要吃这个对身体有害的饼干，说我要告诉他这个饼干呢，啊，对健康是有害的，我要告诫他们的父母，所以我怀着好意。来接近他们，所以我就这样给他们搭讪啊，所以他叫 Wendy。 我问他你喜欢吃饼干吗？他说是的。然后他把饼干放到我的眼前说，
都是我奶奶，她奶奶为我亲手做的饼干，啊，我奶奶亲手为我做的饼干，非常骄傲，非常幸福可爱。那么我说你不要吃，还是告诉他你吃吧。那么我无法说你不要吃，因为什么？那么饼干有害处，但是呢，这奶奶的爱呀，大于这个饼干的害处，是吧？这基因对这个好的信息做反馈，是吧？孩子吃下去的不单是饼干，而且是吃下的是奶奶爱他的这道信息，是吧？啊，所以你们要懂得什么是本，什么是末，是吧？不要本末颠倒。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们要为那些最重要的可以舍弃那些不重要的东西，是吧？这才是真正的选择不要求本舍，舍本求末，是吧？所以基因呢，对信息做反应，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一点。这条信息大家一定要牢记。所以所有的东西啊，上帝呢已经怎么样，为我们安排了这种中庸的伟大的生命信息，是吧？非常让人生气。那么你们看，植物也有智能，这是科学家们所说的话。这是中央日报的这个记者写了一个《Plant Intelligent》。所以他把这本书呢，进行了一个概括，然后登在了这个报纸上。什么呢？比如这是个虫子，它在吃这个叶子，那叶子这样保护自己。那么这个植物呢，那么它有一种智能，保护自己的智能，然后让这个虫子呢，离开它，有一种驱虫的智能。怎么搞呢？它使用什么花招？这个虫子这个站在这个叶子上以后呢，这个植物呢就有个惊人的智能惊人的智能，然后它也没有大脑是吧？虫子来了，它要吃我了，所以呢，这个植物呢，细胞里的这个基因呢就会产生一种虫子吃了它的以后消化。让它不能消化的物质是吧？我估计这个叶子本身是一个伟大的这个遗传基因专家是吧？吃完了以后这个虫子就会闹肚子是吧？打滚就掉在了地上，掉到地上那个蚂蚁们就会来吞吃它，所以可以驱虫的，植物就是那非常智能的。来驱赶害的，吃他们的虫子，是招数很高是吧？你们会这招吗？这招你们懂吗？如果蚊子来咬你们的时候，让蚊子也闹肚子，谁有这招？我们人类也没有这种智能是吧？而这个植物。这个叶子却会有这样的本事，所以科学家们呢，却断言说植物也有智能，这是什么层次？这是什么层次的认识？我们所讲的课，按照什么？从事实的层面在讲，事实的层面才认识这个现象，是吧？他没有认识到事实背后的本质。从事实看，这个植物有没有智慧呢？但真实的角度不是植物本身的智能，是吧？大家我们再讲好，你们再看。还有一种方法呢，这个虫子在吃这个叶子的时候呢，这个两边的叶子就会传递一个信息，就把这个叶子里边呢，就激活里边的特殊的基因，然后散发一种平时不散发的味道，这个味道呢恰好可以引诱这个马蜂，所以周围的马蜂呢就会闻到这个气味，然后被这个气味吸引到这个叶子上来，然后飞来一看呢，这个叶子上面有什么？
啊，有一道他们非常喜欢吃的这个幼虫，所以这些马蜂呢就会把这个敌人呢就给消灭掉，借刀杀人，借虫杀人啊，这是多高的智能啊！难道他们学过什么《孙子兵法》吗？啊，不是的，这到底是讲什么？我们把这些东西如果称之为是植物有智能的话，这个层次的水平是怎么样的水平呢？过去1970年，韩国还很落后，是吧？那个时候有个老太太呢，来到美国儿子家里看孙子，孙子手里拿着一个遥控，电子遥控的汽车，玩具汽车是吧？正在拿着那个玩儿。奶奶呢，她不懂啊，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神奇的玩具是吧？而孙子在这边这遥控着这，遥控着，他做梦也想不到孙子手里的这个摆弄的东西正在遥控着这个汽车。那么奶奶眼睛看到这个汽车，这个汽车是不断的这样来回这样转，跟像有人在开它一样是吧？这小汽车自己可以施展很多花样。奶奶看呆了，所以奶奶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哎呀，美国这个国家真了不得呀！”这玩具都这样有这样聪明啊！玩具也有什么？玩具也有智能，是玩具有智能吗？玩具本身是没有，这是谁的智能啊？是生产汽车、制造它的人的智能，是控制它的这个控制它的这个小孙子的智能，是吧？所以科学家们不懂的这个背后创造它、控制它的力量，所以他说植物本身有这种智能，是吧？植物本身是没有这种智能的，是吧？是吧？所以大家真的看到事实背后的这个真实的世界，你们就无法否认，无法否认上帝。认识上帝的人，你们就可以有一个认识上的质的飞跃，从现实的角度看到真实的一面，是吧？所以呢，我们的人生也一样。要交在谁手里，被谁主宰，被谁控制，是吧？所以上帝给了我们什么？选择的自由，不是一味的被动的，像机器人一样被控制，而是和我们的选择互动，天地互动一样。我们人天地人，三才是互动的，所以让我做出个正确的选择，是吧？所以上帝给我们的这个信息，生命的信息，生命的智慧。你们要对它十分敏感，要时刻要能够听到这个声音。所以我吃什么，吃多少，归根结底是谁决定的？都不是我决定的，是吧？也不是医生决定的。那些好的东西也会物极必反，是吧？所以我们完完全全交托在上帝的手里，依靠上帝，这本身是十分科学的，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因为医生做不到的东西，无为而无不为的神境当中已经做到了，是吧？所以，我们吃东西也要智慧，是吧？按照上帝的智慧去摄取食物。我们要想智慧的话，上帝赋予我们的智慧的这个电波，上帝给长颈鹿的智慧的电波，吃这个长颈鹿吃骨头一样，就像猴子们按照上帝的智慧。按照上帝智慧的电波去吃这个，木炭去解毒一样，我们的饮食呢也要成为这种无为而无不为的神用的摄取营养的过程。我们的生活也一样，是吧？这样的生活，我们称之为智慧的生活，是吧？那么，我们要想真的成为有智慧的人，那么每天呢？要聆听上帝的声音，光聆听不够，是吧？上帝的声音，要听到上帝的声音，这样的念想呢？很早以前呢，人们就有这样的念头，是吧？最近呢，我看那个这个韩国的一个过去这个历史的朱蒙的这个电视连续剧里边有什么？有神女是吧？小神女。小神女是终身不嫁的，是吧？那么你们看，我看了一部影片叫《特洛伊木马》。那个《特洛伊木马》里边呢，古代
古希腊也有这些神女是吧？啊，心地非常清净、纯洁的这种啊，贵族的女儿当中，高尚的女人当中选一个神女，她们是终生不嫁的。然后她们在神像面前呢，祷告求天意，听什么？垂听什么？垂听上天为这个国家将是给予怎样的一个信息主要神女主要是由女性来担当是吧？聆听天的声音的，因为女性啊是六感要比男性要发达是吧？男性根本都比不过是吧？所以说，男人觉得在外边做一点、搞点花样，能瞒得过女人，这绝对瞒不过，绝对瞒不过的。你不要想瞒过女孩、女人，女人的这个嗅觉是十分敏感的。所以这个电视剧里的这个小神女啊，听谁的声音？听天地神灵的声音是吧？所以对于这个神灵的概念呢，从人类的开始那一天已经有了，是吧？所以，这基督教在进入韩国以前，韩国已经有上帝了，是吧？那古朝鲜，只要人类有人类的那一天，人类就不断的和上帝在沟通，是天人合一的这种境界，是人类追求的永恒的目标。不论任何时代，上帝和人的沟通都是能够实现的，都在进行的。你们内心当中不知不觉当中也有这种沟通在实现着。那么，只有那些神女才能听到上帝的声音吗？不是的。当你们听到智慧的，最能够听到智慧的声音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什么样的人，他们耳聪目明？你们能够聆听到上帝的声音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和上帝、宇宙信息的频率和你们内心的频率是一致就行，明白吗？祷告就是寻找这种宇宙信息的频率。上帝的这个频率是什么？信息的频率是什么样的一个频率呢？就是真爱、真善美的频率，能够爱你的仇敌的频率。如果你一辈子当中有怨恨的人，就宽恕他，为他祷告。上帝啊，求你让我能够饶恕他，求你帮助我，让我有一个容纳百川的心胸，是吧？靠我的力量不行，但是当我的内心和上帝的生命的频率一致的时候，是吧？那么我的脑细胞里面就会发生变化，我的念想就会发生变化，就会有一种释怀的感觉。这个时候你就会情不自禁的说感谢上帝，是吧？如果你心中有很多怨恨，是吧？怨这个，怨那个。我们内心深处啊，都有一个阴暗的角落。你们仔细看里边，那里边有一个像地牢一样的东西，里边有很多我们曾经恨过我的人，曾经让我难堪过的人这些人曾经让我们伤心的人这些我们所认为那些对我来说很坏的人，全都关在那里。时不时的提出来一个，动不动就提出来一个，你出来，你出来，然后那个时候你这样刁难过我是吧？然后又有其他事儿，就你回去，等会儿我再提问你。总是这样，在我们内心里边有一个黑暗的角落，就像一个地牢一样，里边关押着我们所不能饶恕的人，而幸福的人呢，里边呢没有这种黑暗的角落。完全释怀了，因为内心里边一片澄明，光明磊落。靠我自己的力量做不到，靠祷告，靠上帝的力量，你们能做到。况且你看，你们看这样的一片叶子里头，它都有这样的智能，你们里边怎么不会有这种奇迹发生呢？不会有这种智慧在行大能呢？是吧？所以，上帝会解决你们所不能自我解决的问题。完全可以解决的，是吧？懂了吗？
是完全可以饶恕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不愿意回忆的过去，啊，压抑在心中的一些仇恨，所以你们把它都给释怀，啊，用真理的光驱散这些心中的黑暗。我曾经啊，也因为这个心中怨恨的人啊，曾经不止一次的祷告，那些你们所恨的人呢，为了饶恕他、宽恕他呢？这为他祷告，这本身是谈何容易啊！因为我要呼喊他的名字，在祷告当中，本来咬牙切齿的是吧？想都不愿意想，但你们要承担得起。每天早，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上帝啊，谁谁谁求我能够饶恕饶恕是某一个人。提起这个我所恨的人，就咬牙切齿。但是，大家要能够挺得过来，是吧？我愿意饶恕他，求你给我赐我力量，因为不是饶恕他，我是要饶恕我自己，是吧？不是为了他，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让我能够饶恕他，因为我不饶恕他，我内心当中没有平安，不驱散内心当中的黑暗的角落，不完全释怀的话，我内心得不到平安。让我忘却一切不好的东西，是吧？让我内心能够一片澄明，拥有一片光明。这样的话，我们才会真正的幸福。所以人生啊，我已经活了这个60多年的人生。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能今天绝对不会有这么健康活泼的我，是吧？不会有这样幸福的我。所以大家真的要用智慧，不是你们自己的智慧。而是要用上帝的智慧来过你们，过你们的人生，让你们的人生更加美好。为此，你们要宽恕，你心里有怨恨的话，那么上帝的智慧的电波呢，和你们的就不会是同频的，你们就感受不到的。上帝给我们讲一些东西，但是我们却听不到，是吧？号码不对，电波怎么来？但是我的手机却感激不到一样，所以呢？你们要饶恕，要有宽恕的心，慈悲的心，所以你们要通过圣经不断的和上帝找同一个频率，是吧？祷告也是跟上帝找同一个频率，寻找真善美。今天早上我也给大家讲了，是吧？所以说火湖这也是上帝的爱，我们称为硫磺，是吧？那么我通过这个研究啊，发现硫磺啊。火和硫磺硫磺呢就是上帝的真理，真理的象征。真理它点燃呢会发出亮光，是吧？这个光就是爱的光芒，会冒烟的，是吧？这烟就是胜利的烟啊。所以我为什么懂了这个呢？从天降下来的硫磺火，那么启示录当中说什么？从撒旦的嘴里也吐出什么？也吐出这个硫磺和烟和火，就是撒旦的这种虚假的真理，是吧？虚假的教训，这些火呢，是虚假的圣灵，是吧？烟是什么？这种虚假的一些降神术，恶灵的一些招数，是吧？让人们的心灵呢蒙蔽这种乌烟瘴气的东西。西乃山上摩西与上帝面对的时候，是不是有烟气呢？那是上帝灵格的烟气。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是不是有云柱火柱呢？所以上帝所做的事情，圣经都是一脉相承的，是吧？所以上帝真是慈爱的上帝，充满了大爱。你们要通过圣经，通过你们的身体，通过自然听到上帝是爱的这道信息。吃了40个4喜饭是一个非常不爱惜身体的行为，是吧？但是反而证明了我们身体性健康已经恢复得很好。所以耶稣曾经讲，我给你们新的诫命，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在这个爱里面，
沐浴在这个爱里面，啊，你们的身心才会有真正的这个恢复。夫妻之间也是，真正的像新婚初期新娘子爱自己的丈夫，总想去市场，啊，想这个我丈夫爱吃的东西，明天早晨的饭菜，今天是今天晚上的饭菜，脑子里这个主意啊，点子啊多的是，是吧？但是丈夫在外边东搞西搞，妻子呢就不知道为自己的丈夫做什么食物了，是吧？爱变成恨的话，智慧也就没有了，就拿不定主意了，是吧？智慧呢？智慧是乘着爱的爱河飘下来的一道什么？一道上帝的船，智慧的船，是吧？智慧这艘船呢，是乘着爱的这条河乘风破浪的。所以希望大家呢，真正拥有一个上天的智慧，是吧？가면갈수록 이제 뭔가를 알아들을 것 같고 좋아지는데 벌써 마지막 강의죠? 예. 3일 동안, 내일도 한번더 남았지만 3일 동안 정말 중요한 말씀을 해주신 박사님께 다시 한번 힘찬 박수 부탁드립니다. 자, 다 같이 일어나셔서 뉴스타트 해보세요. 힘차게 부릅시다. 하나, 둘, 셋, 넷. 뉴스타트 건강식을 해보세요. 건강식을 해보세요.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건강식을 해보세요. 운동을 해보세요. 운동을 해보세요.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운동을 해보세요. 맑은 물을 마시세요. 맑은 물을 마시세요.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맑은 물을 마시세요. 햇빛을 쬐이세요. 햇빛을 쬐이세요.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햇빛을 쬐이세요. 잠시 앉아 주십시오. 자, 마지막 날.